第一个要点就是后面三个手指是要用力要顶住的，然后食指是要勾住板，很多人打的时候食指是空的，这样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勾住，大拇指压住板，然后板型跟基本动作预备的话，一条直线，不能太低也不能太平。击球的话是在胸前，不能在这边也不能在这边，是在中间，可以偏左一点，适当偏左一点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所以掷奔垒子动作就是这样嘛，动作的话跟横拍是差不多接近的，但练习的时候动作先可以小幅度一点，慢慢的把动作加大，先小一点幅度，对，顺序的话先就是可以先挡嘛，轻一点先挡，等接球习惯之后，接球点的话正常接球点应该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先把这个接球点练顺了之后，然后动作可以慢慢的挥大，然后再加旋转什么之后接下去就可以。动作细点，差点。陆局八个尺，动作这尺。动作，别浪费他，一个尺。懂了，带 M 的一个局，带中级一个局费他。不是费他，就是把它一样，手臂要转起来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能黑的，有这类子，病来的，血分给病来的，心来病来的。落地带来正，